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上课哈。好，来，咱继续看哈。改变观点就会有新的看见了。咱来看一件公道的代志啦，哦，公道。这个是克里米亚，这个是克里米亚，伊是乌克兰，这个顶头这个较浅色的是乌克兰，伊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啊，伊呢，伊公道，伊今年公道，结果呢，后面讲不合法了。3月16日，今年了，今年的发生的。克里米亚独立公投违反国际法，侧面解读这篇文章啦，讲了真好啦，吼、哦。哎，咱能想讲，公投表达人民的意见，自由民主的一个投票的机制，是安怎不合国际法？来，公投的投票率超过80%，伊的人口比例啊，乌克兰24%，俄罗斯58%，达丹12%。这是克里米亚的公道哦，啊，咱这个比例咱卖甲换，咱甲人换过来，中国人24%，台湾啊，啊，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的58%，家己认为家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的，啊，本土台湾人诶认为家己是本土台湾人12%，啊，这个趴数你该公道落去看上赢，这个趴数啦，你个公道伊。啊，公投后讲，我遮人口比例无共款，公投会当通过。啊，若是安尼吼，中国13亿拢甲移民去中国，公投美国变作中国的一省，这叫做违反国际法。这是其中一条因素尔啦吼，因为今仔日即个咱讲初级班的课，诶，足侪物件拢提着，无法度讲到真详细。啊，你那后礼拜有高级班，你去上啊。这个新台湾论较接触的，你就慢慢去了解讲，原来台湾地位真复杂。来，97%的选民支持克里米亚对乌克兰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请问这个公道的题目是统还是独？啊，统还是独？谁统谁？谁在支持克里米亚独立？谁在支持台独？咱听了会惊嘞，这是新的观点哦，改变观点会有新的看见哦。原来支持台独的其实不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只是在情感上被利用哦。来，欲擒故纵，欲擒统一台湾，故纵支持台独。我鼓励大家看，这就是台独啊！第一次台独，从大清独立出来，台湾民主国，无几个月尔，翘起。哎，这个前提就是台湾独立出去，出去就是要还是要进贡哦。啊，你这个统一啦，这套叫独立，你还是要进贡啊，是不是？台湾民主国迄个时阵是在臣属于那个大清帝国呀。这些人拢声明支持台独呢，大家敢知？我请大家看，来，孙文说在台湾的中国同胞被日本压迫，看到贵啊！我们必须鼓吹台湾独立。哎，孙文讲台湾独立呢，中共国民党没跟你尬这啦。毛泽东说，我热烈支持他们争取独立的战斗，这样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台湾。毛泽东讲，中国人讲的呢？蒋介石，哦，台湾恢复独立自由，才能巩固中华民国的国防。蒋介石支持台湾独立呢？周恩来，我们不只协助朝鲜与台湾，也同情印度那边等等。我们同情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他多少一个同事在搞阿问，什么叫殖民地？过去你的国家若无实施宪法，无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只要是被并吞或者是被管辖的状态，你拢要个是殖民地啊。啊，后来印度较慢慢啊独立起来，
哦，你是被那个大英帝国殖民的嘛？来，台湾人足严重的啊，足死病啊、死贼安尼啊。你来来讲，哎、欸，台湾即马哦，你说毋是中华民国，这是一个流氓政府，无咧？你用的钱就是中华民国，你看写中华民国啊，你护照出去嘛，英籍虽然毋是中华英籍啦，你死贼来。我们看一下案例三啊。外头排一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冠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台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 好久以来有这个说这个是他们金，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就是还是每年有继续有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TV 新闻综合报道。台湾人啦，看下这新闻，哦，感情的台湾人又出来啊！哦，对啊，哦，伊太敢写做中国啦，安怎？哦，气不不，他都喺个金门的议员无讲。不能因为金门属于福建省，所以国籍写中国。啊，请问要他写哪一国啊？啊，金门就是福建的呀、啊。啊，福建就是中国的领土啊。啊，无国籍要写对一国？外国人足清楚啊。啊，问 AIT 嘛，甲你回答的模模糊糊啊，这长久以来的就有问题。其实这门不是问题，因足清楚的。你伫福建马祖，你若要申请美签，你摕中华民国的流亡护照。申请美签，你迄个国籍，你就是写中国，因为你的领土的范围就是伫遐。啊，你若伫台湾，你就写 TW， 迄种未我都给你整啦。啊，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的，哦，是属于福建省写中国，啊，无伊要写台湾哦，啊，因那不是属于台湾省的呀，那不是台湾的一部分呢、啊，是不是？啊，当然看这阿老鬼啊。哎，不，头头我无讲，迄个跟问外交部，外交部回答说啥？在研究。你问个拢未，互你正确答案呐、啊？啊，台湾人连面都袂记得啊！啊，就去不搁来一遍，啊，新闻搁甲你报一遍，啊，宋姐啊，就袂记得啊。所以你看会到的新闻，你无一定看有啊。你做者新闻，你看哦，对吼，哦，足气的啊，过啊，啊，搁去食冰啊，安尼。中华民国的军队在裁撤。废除军事审判，废除军事审判的时候没有军事法庭啊。军监一般被移一般监啊，军监的囚犯啊，军监的迄个监囚，吼、哦、刷去一般的监狱啊，啊表示军的系统的监狱甲迄个军事法庭无去啊，裁撤掉了。金门要裁军，七月剩三千人，就这个月嘛，剩三千人啊。啊新闻安尼报，拢甲你讲啥？发展观光啦、啊，咱们驻军发展观光经济，拼经济上重要。你着每天拢安尼甲你洗脑啊！金翠岸宪兵呢、啊？海军陆战队船将裁撤，阿帕契交机，这是迄个去年底第二批，今年一月初，第三批三月十九号。大家敢知影这个新闻？多少人唔知啦？三月十八号发生啥物代志？学运呐、啊，连续二十四天拢学运、啊，新闻就一直遐报。那一个人跳楼哦，迄个人迄天就跳二十四遍，因为伊新闻就一点钟轮播一次嘛，对不对？啊，那一个影星过身去，办丧事办几个月拢报给你看。哦，伊过去安怎样啦？哦，过年六日嘛，过去安怎样？往年风光伟业，啊，就开始一直报，一直报安尼。军队在裁撤，为何在买武器？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啊！军人拢在裁撤嘛，啊，是安那搁咧买武器？介奇怪的问题啊！台湾人袂晓看，啊，唔知影通问，啊，钱就一直要烧去。
虾米人咧买？阿帕奇虾米人买？今麦拢唔敢讲中华民国啦，拢讲我国。虾米人付钱？虾米人？付钱的爱较大声的，迄是咱的钱呢。吼、哦，啊买好虾米人？没有国民党的吃辣啦，因为伊要统一，到最高科技拢互伊管管过。美军要入来，已经入来。美军若要入来，计是头仔先传入来，啊，这就一条路啊，其中一项啊，吼、哦。足侪人哦，民政府，我也要看到啊，身份证摕好看，无啦，身份证无算啦。我甲一个迄个头，迄、那个修理机车头家讲。你要办身份证，伊甲讲，你办出来吼，我得来办啦。我连咪为背包摕出来，我阁看卖好啊。大家拢做天气的，美军我要看到啊。来，叫一只兔仔，大家敢有看到？有无？有看到，请举手。我有人无看到，来，我举出来，遮。好，叫一只兔仔无？这不是合成的、啊、这是真是一个相片哦。这一只猫头鹰，大家敢有看到？敢有？猫头鹰哦，猫头鹰在这儿，看不出来对不对？足恶看啦，真歹看会出来。来，咱换一个角度。改变观点，会有新的看见，就是这样。来，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啦。做些物件看袂到，是因为咱的观点无改变。有一种情形是，咱唔捌，咱袂晓看，我们不懂啊，我们不知道怎么看啊。所以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哦。美军占领台湾，你敢有看到？咱是日苏美战。美军现在我们台湾还在处于军事占领状态，我们怎么没看到军队啊？来，我们看一下案例四啊。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哦，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嗯、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哎，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曾放了一年多、哦，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三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 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三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看到。然后军中心在下来吗？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哦。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
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好，关掉。这个新闻吼，你若无用法律，无用一挂新的观点去看，你就是茶余饭后。哦啊，做咸的啦，他有迄做鸡血蛋啊，哦，夹唔到伊啊，乌白混混来台南机场。美国是一个大国嘞，一个帝国嘞，库房的清点的咸甲，唔知影讲送唔到物件哦，敢有可能？第二，你要去遐想。以前呢，飞机降到清泉岗没有通报，飞机可以随便降到机场吗？如果没有塔台跟他联络，如果基地啦无人甲伊联系，伊我倒落去吗？吼、哦，伊无运转他会落去，还是讲迄、那个跑道反射有别只飞行机啊，伊就会敢会弄到？啊，伊来阁会当开车去到台南机场。去改稳造，啊！伊啥物神通广大，伊敢会当凊彩飞行机飞去北京，啊，家己落去，敢会使？啊，是咱台湾会使。对，你有权利啦，你有权利会当做这个代志啦。他有没有四之一？那个看两件呀。那傅将军，请问你这个新闻里面还有一条是说。美军和台军之间的联系，台北这是台湾这边的这个空军呢？空军的话，是不是照例要通知台湾方面？怎样通知？我很坦白的讲，我过去接触过这种问题，我也跟美方啊当面跟他们提出严正的这个抗议。为什么每次这个美军的飞机飞过这个我们这个皇宫识别区附近的时候？我们的飞行员用这个机频道，跟他们对话，他是都完全不理。后来这个我们国军，台湾的国军啊，有了这个 F-16 之后，我们也跟美方反映，台湾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战机的这个性能也提升了。这样呢，你们这样不回答不理，这是相当这个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报道讲说，美国的空军飞几百。那我们去搞啥物人保庇啊？伊讲会跟用啥物 G 频道甲伊联系，爱拢无咧插伊。啊，这第一占领，第二要插伊创啊？你是委托受管理的地理当局，只是在飞行员你的层级太低，上面的这些事情，这个美军占领的坚固啦。你讲啊，要看美军占领，毋是一定爱看着美军伫你的面头前出现。他叫做占领状态，伊只要会当迅速部署伊的军事武力，伊就属于占领状态啊。咱今仔日吼来遮就是要提升解读能力啦，解读的能力啦，吼解读的能力，解读的能力，看新闻、看报纸、看代志，咱第一个爱做的就是自我超越，自我超越啦。我们看一下案例五的影片，案例五。Here's our little dragon sitting on the window ledge. But look what happens the minute we move. 你看这个抓的恐龙哦，镜头咧叮当伊，拢一直对镜头咧看。An illusion, of course. He's not really moving at all. It's a version of the hollow face illusion, but it's a very powerful effect. And not just side to side. 哎，伊是抓呢？We move up and down. Again, his head cranes to follow us. Our brain has made an assumption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dragon's head.And if we move far enough around to the side, we suddenly realize the structure is different. 暂停。这个恐龙吼，伊其实是耐落去的，它是凹进去的。但是咱的目睭咧看的时阵，会抓准伊是凸出来，立体的。而且是咱的视觉的错觉啦，错觉啦。所以咱若走去到倒位，那都会觉得说这只恐龙在看你。可是当你超过那个角度，哦，超过这个角度的时候，你也看出来哦，原来是一张纸，它是凹进去的。这个就是那个一个3D 的那个折纸恐龙。你也上网找了哈，3D 恐龙折纸，啊，你也让它印来，给你做几架，一样有同样的效果。好，这个关起来。这边影片要跟咱讲什么话？
跳脱受限制的角度啦。因为咱咧看物件、看代志的时阵哦，拢会伫迄个恐龙的角度内底咧看恐龙啦。咱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加咱的角度内底咧看中华民国啦，所以咱唔知影中华民国的身份啦。咱得爱跳啊，跳脱哦，脱出这个角度，咱就会当看到啥物叫做中华民国。原来中华民国只是一张纸的恐龙尔啦，无遐尼恐怖。充分的资讯，咱得，咱若无充分的资讯，咱得唔知影啥物叫炼狱台湾呐。所以有足侪资讯，来民政府咱互你足侪资讯，你会当去判断真的假的。这就是人家的台湾，咱拢过去，咱拢伫内底咧滚架。咱我唔知影大家有同款的经历无？来，我去分享给大家听。人家内底轮回啦，轮回就是安尼啦。政治议题提出，哦，核四啦，军中人权呐，白海豚石化工业区议题提出，媒体炒作，媒体的正反方开始炒作嘛，啊，炒久了，人民就作起啊，哇，这政府咧做啥物头，做啥物代志，作起，啊，就抗议游行，啊，抗议游行。那一天就刷，嘉年华会就刷，啊，那连刷伤久的吼，爱来政治解套。啊，政治解套了，后一场就是选举，叫做政治收割。啊，个倒倒来。所以这个公司，咱甲讨论，来，洪仲丘，媒体炒作，有无？抗议游行，政治解套。都等来，赶快服贸协议，媒体炒作，抗议游行，50万人，政治解套，王金平出来解套，政治被收割啊！最近连战无出来帮因囝徛台，啊个王金平嘛出来帮伊支持，后边拢有政治手段了。流氓体制，咱也伫内底抗争，拢永远伫这个轮回中间呐。咱伫这个人格的轮回中间呐。来，第二观点就是讲，咱来除去一些刻板的印象。咱看代志，先除去拿掉一些咱过去既有的刻板印象。我们看一下那个案例六。好，暂停一下。你看到什么？杯啊，碰椅，吼、哦、啊，一百度，哦，伊当差多少提一个小粒球，即阵变大粒球啊，哈、哦，来继续看嘞。咱看到的，一开始咱看到的碰椅，咱就是哦，原来那就是我们认知里面的沙发嘛，刻板印象嘛，那印象就是安尼嘛。啊，两块碗来配啦，哇，就是安尼，像知影伊客后边迄个碗公，遐尼大滴，哦，啊，看到迄北斗，想讲哎，你后边，哎，像邮票那么的小，这种刻板印象，伊这个给咱解构啦，好、哦，咱内底有一些那个印象的那个构造是帮我们解开来了。去除旧的思考认知方式啦，咱一寡过去，啊，我就是安尼想代志，你看啊，咱把这物件去除。炼狱台湾就是安尼啊，炼狱就是认同参悟流氓体制啦，就是认同啊个参悟，这叫做炼狱啊。咱拢伫这个选举场内底啦，咱伫这个政治局内底啊，选举，哦，一直四年一算，两年一算，三年一算，一直算。哦，啊，连咪着去抢救哦，拜托哦，新选个一票哦，啊，分钱式的选举啊，选前是神圣的一票，选后就从你的口袋拿钞票，这个代志大家敢知？知吼？啊，你被拿了多少？唔知？咱三十几四五十年啊，拢唔知被拿了多少？
来，知影爱找出证据啦。无，听人讲，听人讲，哦，大家看，选罢法73条来底写的，这伊的条文，加一票30块，加当选人在2人以上的时候，得票数达各该选区当选票数2分之以上者，应补贴其竞选费，每票补贴新台币30元。立法委员。哦，里长就有了，对啦，那选办法他不管层级的啦，对，他就是你选举人票人数都等于票数嘛，啊，乘以30块，50票，哎，不是50票啦，50块啦，一票50块，政党票嘛，过去无讲，啊，你议员投什么人，委员投什么人，恁当然有2票，一票配合什么人，一票配合什么人，配票，为着要好迄个政党票。达到那个门槛，每年每票50元，你为一任四年，每年每票50元，啊，就是200元，啊，上多啊一票30元，230元，你走路去投票，一杯凉水可能15块，但是这四冬来，你阁互抽230块去。唔知呀，无甲大家讲，大家唔知呀，拢听人讲。啊，今仔日大家讲，倒当去紧甲厝边隔壁讲，就是这条，唔通参加流氓政府的选举啦。因为咱若变参加，就是拢害死家己，害死咱的子孙啊。你所投的每一票，无论哪一个颜色都一样，你就是咧参与这个不动政不。无正义的这个、无正当的这个制度，拢咧支持流氓政府留伫台湾合法性。今仔日咱的制度就是安尼啊，就是一块房啊，哦，咱的政治的这个选举的一块房啊，伊徛伫顶悬咧演讲咧叫人家支持，无论是个支持的，还是咧个抗议的，拢犹阁徛伫这块房啊顶面，啊有人离开啊，人民现在还不了解。你所拥有的权利，这些人哪拢离开嘞？下落啊！啊，这些人哪拢无参加选举，这个选举的制度就瓦解啊啦！啊，一瓦解，这个政府就无存在的这个合法性啊！今仔日伊来选举选了，拢会甲大家甲弄个中选会弄个公布嘛，投票率达70%以上，伊就甲全世界讲啊！你也看，台湾人啊，都爱选举，支持我。加因管，咱参加选举就会变做安尼啊，拢会甲你骗啊！来，咱来理性去分析啊，吼、哦，理性去分析啊。下面的影片哦，请你大家哦，分析伊内底真的部分、假的部分，看一下案例七，不是这个案例七，不是，这是七之一。
先掉。我问两个问题啦哈，这影片是真的请亚秋？哦，无人亚秋。啊，你感觉迄是假？规影片是假的，请亚秋。好。第二个问题啦哈，迄个人会浮起来，啊，这个册机子声会落来，啊，伊手伸出去，迄刀啊安尼走出去，这三项代志，迄真的请亚秋。哦，有人无人夹咧吼，啊，感觉假的呀，假的夹亚秋。真的啦，这三件代志是真的啦。那么看解答，七之一。哦，你看这个人扑起来了。你要看，用一个超能力哦，那个电梯扑起来。把手伸出去，车拢停落来，你看，超能力，有啊，好，对不对？知影我咧讲迄个真诶是啥物意思？他拄啊，迄个影片，互你感觉假诶部分，是因为迄个主角啊，主角伊咧表演，互你感觉遐个代志，人会浮起来，车落来，倒来走出去，即三件代志，互你感觉。那亲像有超能力，这三件代志是物理作用，真呢？我去我嘛是搞起来嘛，是不是？迄物理作用嘛，啊后边这影片你看的，大家拢知影，电梯的造型因为伊有机械啊，伊有缆绳底下咧胖嘛，啊迄个人搞起来嘛是后边有机械，敢毋是？伊手伸出物件造出，迄是遥控器啊。伊机子声落来是因为后边有机关。今仔日若无予大家看头前伊个安息机关吼，你若伫在场，你嘛会惊一条，你嘛会讲迄句英语叫做 "Oh my God"， 是毋是？所以这影片内底迄个事件，伊本身是真实的存在，伊毋是虚幻的哦。予你感觉假部分是因为你知影迄个人伫遐假古假怪啊。今仔日中华民国真侪动作都是安尼，别受表象的欺骗啊！表象的背后有真相，表象的背后有真相啊！来，咱得是拒绝媒体的洗脑。我们看一下案例吧。这是一个扑克牌变扑克牌变色的魔术。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you've seen 蓝色的扑克牌全部变成红色的，除了她抽起来的那一张以外。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Do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 changing.大家有看到扑克牌颜色被改变了吗？哈，除了这个以外，有什么东西改变了？整个影片当中，规影片内底啊，上面物件被改变，敢知？背景还有没有？唔知哈，我第一摆看我嘛唔知。我们继续看下去。一共有四个地方啊，他说有四个地方的颜色被改变了，大家有发觉吗？一开始的颜色是这样呢，他用第二个角度
更加快的画面来看。Hi, Richard, 这一款啊，咱拄啊看的是第一支的镜头所翕的角度，咱即卖是用第二支镜头位边啊翕的，所以咱会能看出全局到底发生什么代志。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an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Do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but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古爪洗脑，哎，给你古爪洗脑。来，规影片在做这动作啦，焦点跟转移焦点呢。第一个镜头就是焦点，伊在转移背后发生的事情的焦点。他同一件事情，他是焦点，他同时在转移焦点。今天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伊个媒体一直咧做这个代志，但是咱人民的迄个洗脑，也是讲迄个转移焦点，扑克牌就是焦点，这样。现在这就有啥物通好报的新闻咧？咱报价呢？看到迄个王星伊换这只冬季限定，啊，看这啦，边边是保育动物，台湾黑熊嘛保育动物，啊，开遐侪钱去保育这个。这样，二十四天新闻被转移到很多焦点了。最近的差吧，选举啦，啊，这怎么最近该流行的，背后的变化的是被转移的焦点了。联合军演呢，中国跟俄罗斯联合军演，美国用公用法律解决亚洲领土争端了。啊，那个法律什么法？国际法啦，无可能美国可以家己的宪法来解决亚洲领土的争端啦。国际法啦，啊，亚洲领土有哪些争端？钓鱼台嘛，南海啊，台湾啊，这叫做亚洲领土争端啦。北韩开炮，大家讲知影这个消息？啊，美国航空母舰都要塞入去香港，表示讲南海主权。诶，争端，我来主持公道。海军苏联去参加美国诶，这个苏联的交接啊，台美合作。来，集体自卫权最近的发生的代志啊，美国日本解禁啊，大家敢知？有人拢无看到，唔知啊，实际上一直咧发生啊。日放宽对北韩的制裁，美国说能够理解。这种是国际新闻啦、啊、军事的啦、规个亚洲的新闻拢爱去看。Where are you from？ 伊咧问的是你的国籍啦，唔是你为倒位来啦。中国籍的人吼，就是摕伊的身份证甲护照的，所以就是摕这叫中国籍。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嘛是中国籍，摕这。这种中国籍，袂因为你嫁一个台湾，就是变作台湾。这若写台湾吼，就变作台湾人吼。啊，咱我讲连可改印美国，我懂唔免办迄个绿卡，是不是？人民迄个移民，台湾人，你到底是啥物人？人的感的概念拢是咧情感的表达的啦。台湾民政府咧讲的是法律的台湾人啦，就是讲伫这个时间点之前，你有你的士大人有大日本国籍的人，以及伊后代拢叫做本土台湾人，所以你得爱去申请这张。台湾民政府要甲咱带倒来这个历史的原点、法律的原点，你我拢是历史的见证人。台湾人赶紧醒起来，也帮助恁的亲人朋友醒起来。唯一，咱用照这个国际的法律，行出这个台湾的活路，这才是咱未来的道路。多谢。
各位同心，这里注意一下哈，等一下12:40拍团体照，12:40去前面大门口那边拍团体照。啊，个人识别证还没拍到的哈，一点，个人识别证还没拍到的，一点，去前面办公室找工作人员拍照，个人识别证，12:40拍团体照，好，12:40拍团体照，好，可以到餐厅用餐哈，谢谢。啊，如果明天下课3:30下课后有要搭交通工具的哈，也到一楼办公室那边登记跟缴费哈。如果明天下课后3:30有要搭车去外面坐车的话，啊，去前面办公室登记哈，谢谢。都先去餐厅用餐哈，用完餐再去办公室就可以了，谢谢。